其实从上周以来啊，觉得好像在震撼教育，就是都一直心惊胆战的。因为从上周开始，就是我们像上周讲的开始，都是一些我们以前就会过的生活嘛。那你就开始会开始去审视，就是说，哎，以前跟现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那所以每次听到弟兄他们在分享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在上演那个电影一样，然后就开始选，哎，我这样对不对？我这样不对，这样差，这样对，就开始打圈圈叉叉很多这样子。可是往往也就是常常因为就是说啊，弟兄有一句话说，我们不要落入那个，就是我们不要在知识三恶树里面打转，我们要生命树。因为其实主很多时候给我们是一个活的路。那有很多东西，我们刚刚说，其实觉得好像感觉到最后，其实好像除了偷窃、行抢之外，好像其他行业里面，只要我们不要被说神要我们，就是说我们不要被霸占，哦，就是说我们不要今天不要说被金钱给约束住啊，因为上帝写说我们要释放嘛。因为有时候真的，比如说啊，可能玩股票可不可以？好，那玩股票或许可以，可是玩股票我们可能就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看它。因为我自己周围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啊，他们就是玩股票，他们整天就盯着那个数字一直跳一直跳，然后他们也不出去哦，然后下午开始做报表，他真的做得很漂亮，这样就是把每个东西金钱什么今天多少钱吧，卖多少钱啊，然后什么指数多少啊，美国指数多那个指数多少，他们通通都写下来，整个都很多，他等于整个时间都被霸占了。那因为这个朋友他之前他还曾经帮我去做过这方面的买卖，那后来我觉得我连我都被捆绑了，因为我要听从他的吩咐，就是说他跟我讲说，哎，赶快挂出去，赶快买进来，那我就觉得，哎，仓不知道电话什么时候会响，那我还先告诉他说，啊，我明天要开会，这时候不要打电话来，然后有时候他就说，哎，我要出国的时候，他说你要告诉我啊，你要去哪边啊，怎么联络啊，那后来我就觉得说，哇，这样真的是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，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其实那个时候对我而言，我就觉得压力开始很大了。虽然说你今天可以有这个的出路，可是对我来讲时间上就已经很受限了。好，那帮我操作那个，后来我们就没有在，他就没有帮我操作，他并不是一个那个股票经理的，他只是一个以前我们的一个那个朋友这样子，然后因为他自己有在玩，所以帮我们代为通报我们讯息，然后他现在他自己也没做了，因为他搬到说就是他除了时间受捆绑之外，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行业，就是他光靠了这个东西，然后每天其实他也收入那种进入那种愁云款那种苦难之中这样子。然后我刚跟弟兄姊妹他们分享，就是说之前我看过一首诗歌，那诗歌里面他是讲到说我们求神答应我们两件事情，那一个是请虚假与谎言远离我们，那另外一件事是使我们不富足也不贫穷，那因为免得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行偷窃，可是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遗忘神这样子。那我们就真的求神都保守我们在当中。